Lama Chinu Lama Chinu Chan Chin Zawe Lama Chinu师傅，我们知道您是一位雍中本教的活佛，但是同时您又是宁玛教派认证的一位活佛，那么我们就很好奇，您这一世是如何决定以本教活佛的身份来专门完成这一世弘法立生的事业的呢？这也是我个人的选择，每个人都有一个选择。那我就是两岁的时候呢，有个尼玛教派的法王叫白马一喜，这个白马一喜呢，就是在尼玛教派里面个瑜伽大师，他是一辈子在山里修行的人，在两岁的时候来到我家里，所认的我是他家的舅舅的转世。他舅舅是一个伏藏法王，一个叫接支生根文学，在上一世呢就莲花社大师同代的尼玛教派，就是耳传密法的一个传世人，接支生根文学。然后呢，他就认定我就是尼玛教派的转世。之后呢，他来了好几次要求我去他家里，但是呢，我家里是我是独生子，家里就不愿意。之后十三岁的时候呢，他们寺庙老百姓，包括白马一喜法王都来迎接我，去接到他前世的家里，才知道有十三位高僧大德活佛认定我是他舅舅的转世，也是生根文学的转世。之后呢，我在那边学习了这个尼玛教派的课诵经啊等等，然后同时呢也在学习了三家教派的一种课诵经等。之后呢，我就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我十三岁的时候就一直想出家的想法然后十五岁呢也就出家之后呢，我就听说的在藏地呢有很多教派教派之间呢有些呢说是自己是很伟大的独一的教派大家都会这样的说。这时候呢，我就想，为什么这样的僧人之间呢，有教派呢不通的？那教派不通在哪里？我要想去挖掘。我十八岁的时候呢，偷偷的离开家，偷跑到来到阿爸的，然后阿爸呢学习了十二年。我的上师是朗康次之，朗康次之呢，以前学过格鲁教派的，也学过尼玛教派的，也学过本波教的，还有嘎吉教派的等等。我的师父呢没有教派的这个分别心，然后呢他经常给我讲一些就是三大教派的编辑的方面，然后四大教派的这个菩提道观念方面的，然后呢我也吸收了我的上师的这方面之后呢我就这边毕业之后回到老家呢就是我前世还有希望我去他寺庙里传播或者管理寺庙的。但是呢我就想我的人生之中呢我的选择是什么，那我就想我要做一个对藏族人有个责任，我要必须要做一个对藏族有个贡献的，因为我是一个出家人，那我只能选择出家的身份去选择一个教派，那我就选择了这个本波教。为什么要选择本波教呢？有两种原因的。一种呢，本波教是西藏最古老的土生土长的文化，也是西藏最古老的信仰。作为我一个藏族人，我必须要保护好自己的文化，
我们要跟到自己的祖先而去信仰同样的，我就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之后呢，我就选择，本教的，还有另外一个呢，我就之前也，啊，就各个教派的经论经文，我去对，啊，校对或者对比的时候呢，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呢，之后有大圆满方面呢，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第一呢，传世人、传承里面的修法，比如说包括本教呢，有说过阿赤啊、足迹啊、捏脚啊等等，那这些呢就是本教的律部呢很殊胜的。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本教里面出现了很多的弘法僧，啊，就是圆寂之后把整个肉啊、血啊、骨头啊全部变成光明而成就的，我就看到了相熊而传这个经文。这个相熊而传经文之后呢，我的内心里面很冲动、很感动。藏族自己那么有殊胜的佛法，本教有这样的殊胜的法，我必须要传播。之后呢，我就选择了这个本教的。那就是我选择本教，是我要发呀藏族自己的文化的根。藏族的文化的根是什么呢？相熊文化。如果没有相熊文化，那就没有现在的藏族的文化，可以说这样的。所以呢，相熊文化是藏族文化的根源，也是藏族文化的灵魂。人不能缺少灵魂，藏族的文化的灵魂就是相熊文化。因此呢，我就要传播这个相熊文化。当初我想的是什么样的呢？相熊文化不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也不是一个宗教的文化，而是中国自己的文化，也是世界的文化。因此呢，我们中国自己土生土长有这样的殊胜的文化，如何去发展？首先把这些文化要抢救出来，也是抢救西藏本土的文化，也是中国自己的文化。虽然信仰本教，但是我的想法是把本教的文化、本教的这个经文，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要更多的人去研究。希望就是中国人还有海外的人，中国大家都要知道中国有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无价之宝的，有这样的殊胜的，有这样的一个古老的这个佛法。这个佛法不是从外面来的，而是中国自己地方，从喜马拉雅的山，从这里发展过来的。这是中国自己的一个百科的词典一样的，这是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因此我就是这样的想法，来到汉地的目的也一样的，我把这个本教的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特别是西方的人，看到中国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文化。我也相信国家会保护这个本教的。目前来说国家也很重视相熊文化。相熊实际上呢，很多的方面在汉地的文化有很多相通的。很简单来说，八卦九宫啊，或者在十二属相啊，或者等等崇拜的地方呢，在汉地也崇拜龙，藏地也崇拜龙等等，文化有很多冤冤相处的地方。因此呢，我个人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择，也是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责任。因此呢，我的活佛的身份并不重要的，我更重要的什么呢？把自己马上要消失的、毁灭的这些我们要去抢救，必须要让更多人知道，就是这样的。